哎，老板，哎，你手里玩的这个是不是你视频里面说那个飞天娃娃10块钱一个那个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怎么啦？哦，就是我想拿那货去摆摊，你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嘞？哦，你这边也是想拿上那款这个飞天洋娃娃，对不对？对。可以的呀，你看一下，对吧？像这种玩具的话呢，就是小孩子特别喜欢的，你看到没有？每个的话带有一个七彩灯光，而且呢，它属于不落地的呢。我、哦、这全部都是吧？这上面、啊？对的对的，全部都是视频一个啊，你所看到的全部都是。咱们这边的话呢是有几十个款式，拿货的话呢都会混搭上的，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是自己加工做出来的，知道吧？直接是对接给到所有客户，让他们自己拿回去卖的。你可以看一下子，像这上面的话，这边就小男生喜欢的也有，小女生喜欢的也有，每个的话都是一个精美的礼盒包装，而且呢，咱们这些玩具的话呢，每个它都是属于一个充电的啊，可以重复反复去使用的。看一眼，看到没有？像这边的话有一个充电口，完了这边就是有一个开关键。你们这边就是说把它打开以后，让它这个扇叶转起来，对不对？你的手这样轻轻一松，就可以在空中飞行了。像这种玩具的话呢，出去摆个小地摊的话呢，卖到20多或者卖50米两个的话呢，它都属于特别好卖的，知道吧？利润的话就是在60-70%的。哦，我看这个挺好玩的，就是我没有做过，不怎么搭配的，就是能不能给介绍一下嘞？可以的呀，你这边又不懂得怎么去搭配，感觉这边款式太多，对不对？对。比较乱。对。那么这边的话，在咱们这边的话呢，就直接是给到您这一个套餐，1499米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当一个小老板了，你也不需要压货，不需要囤货。1499米，在咱家的话呢，你就可以直接带走361个玩具，对吧？完了呢，就是均价的话就还为4米一个嘛，直接出去摆个小地摊，完了直接是往人多的地方一放，直接去卖就可以了。款式的话呢，咱们这边就是这几十个款式，全部都会给你混搭上的，知道吧？哦，那就是能不能货到付款呢？可以的，咱们家可以支持货到付款。你收到货有任何质量问题的，在咱们家的话呢是可以给你调换的。哦，那这个样子吧，那就是我没做过，你先给我拿个3套，我回家试一下，行吗？你这边就拿3套，这边是拿3套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你这边就直接去找咱们这边开单嘛，因为像这个玩具的话，就现在这边地摊很火爆的，说每天是在爆仓出货的，知道吧？那我到时候这边不懂得怎么去卖，完了这边给我说方式方法也会给到你的。那我后面卖完了就是补货，能不能就是发快递发过去？可以的，可以的，都可以发货的，你放心。